大家好，我是德伟。那今天呢，我想要来做一个挑战，就是30天的改造计划。我希望在这30天内，可以把豪平打造出一个脱胎换骨的样子吧。能不能有效？那我们也要看豪平努不努力。好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好、哦，豪平今天做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练上胸的部分。然后我今天的顺序会是上胸、中胸、下胸、夹胸，好，基本上就是这4个。第一个，现在已经开始。还有什么？鼻毛都差了。紧张自己鼻毛，超坏。好哦，接下来来到第二个动作的部分，就是做中胸，跟刚刚一样，把全身往后贴住。我们在弯曲你的手肘的时候，手肘往两侧弯曲。啊，你要记住，不要让肩膀往上垂下。怎么样？很硬啊，这个肩膀这个特别。因为你肩膀如果往前跑的话，重量就会在你的肩膀上。来，接下来我们来到了第三个动作，那第三个动作就是做下胸的部分。OK， 手肘记得要打开，手肘打开，往下推。不行，对不对？不行不行。好，来，没有，现在就觉得自己这个奶很尖。奶很尖，就是奶比较尖，厚一点的奶尖。他在暗示我。暗示这什么暗示？现在呢，准备做的是最后一个项目，就是用腹肌收尾，然后以后每次做的时候都会在最后面放一点腹肌的动作。好，看来他是做完了，加油！一，还有0哦，还有零哦。好，今天的训练到这边，等一下做一点伸展，伸展跟拉筋。好，现在先把腹拉一下。好，让我走。